玲啦。咁上集嘅话咧，同大家介绍咗我哋华发官山上呢边咧最新加推嘅18栋嘅药房啦。咁都有好多观众朋友仔问啦，咁同埋我哋前期都讲咗啦，我哋呢边嘅产品线系好丰富嘅，除咗药房啦、蝶穗啦，咁同埋咧吴世玲对面嘅话咧，其实都仲会有别墅嘅。咁今集嘅话咧，就同大家去详细去讲解翻呢种非常之少见啊，我哋吴世玲系第一次见啊嘅一个蝶穗产品啦。咁一共嘅话咧系 B 户型啦，134平嘅单位。咁我哋呢边嘅蝶穗咧，目前在售嘅价钱咧就系230万到270万啦。咁下蝶嘅话咧，已经系全部卖晒噶啦。咁我哋可以睇翻啦，呢边作为一个上蝶嘅一个院区嚟讲嘅话咧，有好多都已经入住咗啦。咁同埋嘅话咧，见到我哋嘅露台啦，以及咧个天台嘅话咧，其实都系做咗一啲棚架嘅，而成个小区嘅中间位置嘅话咧，呢边系会有个阳光大草坪啦，同埋会有个会客厅啦。咁我哋咧先去睇一睇个板房。点解会觉得佢特别呢？嗱，咁首先入翻我哋小区嘅话咧，其实绿化系非常之到位啦。咁以及嘅话咧，我哋行喺路上，50系一个好野蚊嘅人啊。咁就冇 feel 到有咩蚊嘅目前嚟个位置。咁我哋嘅示范单位就系一栋嘅112单位啦。蝶穗嚟讲，一般啦，我哋所见嘅就系上蝶就系有天，即系有天台，冇呢个花园仔啦。咁而我哋呢套嘅话咧，佢一共系分咗有4层打造嘅。咁以及嘅话咧，我哋入门啦，佢就会有一个小嘅，即系一个花园仔啦。咁同埋咧，我哋负一层仲会有个下沉式嘅庭院嘅。咁唔使急，我哋一齐去参观一下啦。咁我哋一层总嘅占地咧，去到25左右嘅一个25方左右啦。咁我哋见到嘅话咧，左手边呢边其实就有一个非常之大嘅上下两层嘅一个通风玻璃位置嘅，所以咧成个屋苑嘅成个单位嘅一个采光咧，其实系非常之靓仔吓。咁如果你系话想多一间房间，冇问题，喺我哋中间呢个位置加翻个夹层咧，其实都系 OK 嘅。但系咁样嚟讲嘅话，虽然个客厅面积唔系好大，但系咧其实都系非常之大气，因为呢个层高嘅话咧，其实唔止6米嘅，应该系去到6米3或者6米6左近嘅。咁我哋再去睇翻，先去睇咧就系我哋呢个地下室先，咁就1楼咧就系咁大噶啦，咁同埋有个花园仔噶啦。但系咧我哋下边同埋上边个空间嘅话咧，其实都系值得介绍嘅，我哋一齐去探讨一下。嗱，咁每一层咧就系我哋呢个负一层啦，咁佢嘅总嘅面积嘅话咧大概54方左右嘅。咁一般地下层嚟讲嘅话咧，我哋一般系做翻一啲影音室啦，或者好似我哋个板房咁样咧去做一个全酒库啦，咁同啲朋友仔咧就有个台。有个台，然后摆啲凳喺度听下音乐，然后品下酒咁样嘅。咁而过翻嚟嘅话咧，其实就系我哋呢度做咗一个麻雀房啦，所以利用嘅空间系非常之阔落噶。如果呢个位置，上面可能做中厨，呢度下边或者系话做西厨，或者系话间多个房出嚟咧，其实完全都冇问题嘅，因为其实都好阔落嘅。咁而我哋呢个下沉式嘅庭院咧，喺上叠嚟讲吓。除了我哋刚入门嗰个花园之外嘅话咧，我哋仲会有一个露天嘅下沉式嘅庭院。咁呢个位置咧，如果系种花草嘅朋友仔啦，就种嗰种唔系话常见太阳嗰种嘅话咧，其实都系好舒服嘅。咁同埋咧，如果系相对嚟讲，相对1楼嚟讲个私隐性会更加之高，因为咧我哋系下沉式噶嘛。咁呢个护栏咧，其实系入到屋企啦先可以望到落嚟嘅，系啦，咁就哇！即係我覺得比較特別嘅一個設計嚟嘅。咁我哋負一層咧，唔單單只有呢啲喎，我哋再過嚟睇一睇。嗱，左手邊嘅話咧，其實就會有個公共嘅衛生間啦，係啦，咁都係做曬乾濕分離嘅。而我哋嘅右手邊呢邊係啦，咁仲會間多一個房間仔啦。咁其實就係我哋嘅工人房啦。因为咧，其实住到咁多层啦，或者系话平时咧就习惯嚟讲嘅话咧，就有人去帮手打扫，咁就更加之惬意嘅生活啦。咁当然啦，有啲朋友仔咧，佢都中意自己嚟嘅。咁其实每日一层咁样嘅话咧，都系 OK 嘅，都可以 keep 到干净嘅。咁我哋又参观咗负一楼同埋1楼啦。咁我哋再上2楼睇睇。嗱，话咁快就上到嚟我哋2楼啦。咁喺呢度咧，其实喺个空间嘅位，公共空间嘅位置啦，就可以望到咗我哋1楼呢个客厅嘅一个活动嘅情况啦。咁上到嚟2楼嘅话咧，就系我哋一啲房间嘅设计啦。咁呢个房间咧，其实就系一个公主房啦。咁其实唔会话好大，但系相比我哋一般嘅洋房嚟讲嘅话咧，作为客房嚟讲，呢间房系绝对够俾嘅，系啦。因为佢摆张米半床都好啦。咁其实佢呢个位置，佢就唔系话飘窗位吓，佢系褪咗出嚟啦。咁系完全可以摆放一张完整嘅台落去嘅，咁就任你去设计噶啦。呢个位置，咁当然一般就唔做衣柜啦，因为影响翻我哋一个采光。咁再嚟睇睇，我哋出翻嚟嘅话咧，其实就会有个公共嘅卫生间啦。咁呢边咧就偏翻方正少少嘅，所以咧就对于我哋2楼嘅一个使用嚟讲咧，其实系 OK 嘅。再睇翻
佢二樓咧就唔係做房間啦，佢就做咗我哋嘅餐客廳，係啦。咁就區域嚟講咧，因為疊墅好少見到有咁多層噶，所以區別嚟講嘅話咧，呢啲分區或者係話咧，佢每個樓層嘅一個用途嘅話咧，就會更加之直觀，或者係分到更加之細。嗱，廚房。超大的 U 型廚房絕對是夠用的了，基本上如果家有十口八口人的話，其實在這裡煮飯都是可以夠做 party 的了。另外的話就是我們的餐廳啦，餐廳就擺了一張六人台，一般家用來講的話就基本上四五個人為主，然後有朋友過到來的話可以在一樓啦，或者是說呢我們這個二樓的露台去做一個活動的了。大家可以看到负一楼就有下沉式的庭院，一楼咧就会有个小花园，而我哋二楼嘅话咧，其实都系有个露台嘅。咁大家都知道，呢啲露台嘅话，其实系属于部件嚟讲咧，系一个半赠送嘅空间，所以成间屋嘅一个实用率系非常之高，134方，做咗四层，哇！另外嘅话咧，就系每个房每一层嘅话咧，佢嘅实用空间同埋赠送空间都好大。咁同埋我哋依家嘅话咧，就喺二楼啦，咁我哋可以望一望我哋周边嘅环境嘅，系啦。咁就系、是、因为我哋呢台系单边位啦，都对住个庭院啦，咁大家。都可以看到，它又不是说楼很密，或者是说真的即对到正这样。还有呢就大家可能要剪一剪花草去修剪一下，或者是说考虑自己可以种一少少矮一少的花草，这样就不会影响个视野和采光的。那我们除了负一楼和二楼开始呢，我们就是房间的设计了。那我们现在再上去看看上面还会有几间房。那上到来三楼了，三楼一边这边有一个占地的话是去到 60.56 方的。那是做了两个房间啦，都是两个套房来的。那这边是做过先跟大家介绍就是这个小客房先。那我们可以见到的话就是都是做了光湿分离的。那而我们这边的客房空间啊，我很喜欢它的采光。因为我们可以看回呢其实那些窗位一个。就是明窗的，然后呢两个明窗的，再加上呢这么大的一个玻璃面的采光，所以导致我们这间房的话呢其实它的采光是可以做到很靓仔的。那 size 的话呢就更加不用说了，实用的话呢大概是去到160到170尺的，晒房间未计洗手间啦。那这个呢作为一个屋企有小朋友的情况下呢，都可以住在同一层啦，或者是说呢长辈房间的。咁另外過到嚟嘅話咧，一般我哋嘅疊墅啦嚇，或者係話別墅咧，主人房就設計喺最高嘅樓層啦。咁我哋呢個咧就係主人房啦。我哋睇睇個空間，哇，做曬浴缸添，係啦。咁就係、是除咗浴缸之餘，佢仲可以做雙洗手盆啦，做洗手盆啦，然後咧馬桶位等等呢、這個位置仲會有個淋浴區。但系咧，即系相對嚟講嘅話咧，佢呢個衛生間嘅空間啦係好大，同埋比較方正噶啦。咁除此之餘嘅話咧，我哋再睇埋個主人房嘅設計先。主人房就呢邊咧露台，等陣同大家介紹一下。露台之內嘅話咧，哇任你擺啊真係，你放張米半米八床啦，即三邊落床完全都冇問題嘅。另外咧就會有朋友仔去問到，衣櫃擺喺邊度啊？我哋咧可以睇睇呢個位置咧，其實佢係有少少衣櫃位嘅，係啦。咁同埋咧，嗱、這個位置係凹咗落去啦，佢就做咗個做咗一排衣櫃位嘅。如果覺得不夠的話其實間房夠曬大，你看看放翻呢一邊做翻一排，或者那邊咧都 OK 嘅。另外可以做翻一個梳妝台啦，但我最喜歡咧就係佢呢個270度嘅采光位，玻璃位置咧其實係做到非常之大嘅，所以我哋住起身咧個透光度係好好嘅。同埋咧，我哋就會鬧鐘大定少少啦，因為咧我哋係臨住105角度啊嘛，但係咧我哋周邊咧就會有啲高層嘅，但係咧佢又唔係話正正喺我哋。樓上，所以咧就完全唔會覺得壓迫，即係佢會將個疊墅設計到好似個別墅咁樣，所以我覺得好特別嘅。咁另外咧，我哋三樓嘅露台位都好大嘅，大家係咪以為就係齋到嘅千秋宴呢邊就冇啦？我哋可以睇睇，哇！出邊呢度仲可以擺翻個浴缸位嘅，所以我覺得個設計咧就真係好實用，即係134方洋房嘅面積，但係咧佢可以做到別墅嘅格局咯，係啦。咁同埋咧佢嘅價錢肯定就會貴少少噶啦，咁230萬到270萬嘅。具體就要睇翻個位置，但係佢個設計格局咧，同埋啲花園大細咧，其實差得唔係好多嘅啫。即係我哋可以睇翻從主人房嘅，即係我哋三樓呢邊嘅景嘅單位啦，個房間啦，就可以望到我哋嘅山景噶啦，係啦。咁同埋咧前邊係山景，而我哋陽台望出去嘅話咧，又係山景，所以成個環境同埋空氣嘅話咧，會比較舒適嘅。咁係咪以為三樓冇咗咧？就三樓就完咧？唔係噶，我哋再上一層，咁上到嚟我哋叫做五樓啦。咁基本上嘅話咧，佢係有雙花園嘅。
咁現在見到呢個嘅話咧，其實都係對住曬我哋嘅山景啦，咁同埋前後咧，其實都係完全冇遮擋嘅。咁並且嘅話咧，我哋可以睇一睇。咁除咗望到我哋嘅別墅區之餘嘅話咧，我哋就係啦，咁都可以望翻我哋小區嘅一啲綠化啦，同埋咧，我哋基本上都已經望到商業體噶啦。系啦，所以基本上我哋喺蝶穗行出去，我哋嘅 1.2 万商业体嘅话咧，其实系好近嘅，或者系话我哋香港嘅朋友仔咧，翻去香港嗰个直通巴士店咧，其实都系好近嘅。咁另外过到嚟嘅话咧，仲会有一个系啦，本身咧佢个空间就好大啊，佢一个 L 字型嘅设计啦，所以好似我哋依家嘅板房设计咁样，做翻一啲户外嘅沙发啦，喺度 BBQ。或者是話飲翻涼杯，哇！成個環境可以望望，即係可以掃一圈，即係包括我哋之前嗰啲即係疊水啦、山景啦，我哋嘅屋苑自己入邊嘅小區嘅洋房啦，同埋咧我哋對翻過去對面嘅別墅景，其實係好靜嘅。同埋咧，我哋可以見到嗱，好似對面咁樣，佢喺露台咧已經做咗少少棚架啦，然之後咧就可以晾衫啦，或者係話可以做伸縮嗰只。平時落雨咧，或者係話户外嘅時候咧，有太陽咧都可以遮下陽咁樣嘅。所以我覺得呢度嘅疊墅咧，佢好特別，即係佢好似134平，佢做到好似別墅嘅產品，同埋咧佢基本上每一層啦都會有我哋贈送嘅露台或者係花園嘅面積。咁如果係中意户外或者係話中意種花種草，需要户外呢種陽台，即係咁大嘅陽台嘅朋友仔咧，我都可以上嚟實地睇一睇，因為佢始終即係疊墅嘅價錢。然后咧系别墅嘅设计，系洋房嘅面积，我觉得呢种系比较少见嘅，系啦，咁都比较特别啦，所以今日咧同大家去分享翻呢个叠墅嘅一个产品，系啦，咁再睇翻嘅话咧就系我哋嘅洋房都在手啦，咁同埋我哋叠墅产品咧就系有上叠啦，仲有别墅嘅联排同埋独栋啦，咁大家如果系对华发观山上呢个项目有兴趣，中意呢边咁悠闲，即系咁健康嘅一个环境嘅话咧，咁欢迎留言或者系话咧直接 WhatsApp 5405024477。咁我哋咧可以同大家再去深入去探讨翻呢个项目嘅一个优点啦，同埋佢个缺点嘅。咁当然，如果有兴趣嘅朋友仔咧，都可以报名我哋嘅实地睇楼团啦，上到嚟现场去感受一下咁靓一个大自然环境啦。咁以及佢嘅商业配套咧都系有嘅。系啦，咁如果中意我哋嘅视频啦，可以记得 like 啦 ，subscribe 翻我哋 Wishmo YouTube 频道，同埋揿翻个钟仔嘅。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大湾区免费睇楼安排，立即报名预约啦！